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全国销量领先的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实力夜拍更添光彩。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S22 系列手机赞助播出，中国宝宝实证乳铁蛋白。本节目由美赞陈兰珍赞助播出，天然高维 C 好喝次凝集。本节目由天然维 C 天生活力的次凝集赞助播出，神州行孝心卡，父母省心，子女安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生生不息唱不尽，好酷好物逛不停。本节目由不负每一份热爱的京东赞助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日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营业的港乐加更版。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由君乐宝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的生生不息。现在我们进入到第四回合的比拼，时间来到千禧年，所以呢，双方将要带来的是00年代代表的港乐作品。香港回归后全面落实一国两制的制度，千禧年之后的港乐不再受限于风格和题材，无论是宏观的社会到个体的人，都是那么的充满激情，生命力旺盛，对未来充满信心。首先呢，客勤队带来的是客勤队长本人、马赛克乐队和单依纯，他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而千话队，我们将会看到毛不易、曾比特、安琪和严明熙带来音乐剧版的眉飞色舞。这是两个非常非常有风格的舞台，我们一起拭目以待。下面有请金曲对决双方。每天这次
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我唱得他心碎，我唱得他心碎，他努力不让自己看来很累。演唱会在40岁后听歌的女人很美，小孩在问她为什么流泪，身边的男人早已渐渐入睡，他静静听着我们的演唱会。有请毛不易、曾比特、安琪、严明熙带来《眉飞色舞》。
是非对错已太多，来到眉飞色舞的场合，混合他的冲动，他的寂寞，不计较后果。谢谢四位，我们也请克勤队长、马赛克乐队和依纯回到舞台上。首先，我们要掌声祝贺毛毛在最后一期从唱作人变成了唱跳人。我也自己也没有想到，其实，因为上一场克勤老师他们真是带了一个好头，让我们觉得在这个舞台上有。还有很多可能性没有挑战到。要我借给你那个背心吗？就差那个背心儿现在。怎么样，吉吉喜欢今天的这个舞台吗？喜欢。好，谢谢你的回答，谢谢。就是觉得我好像第一次在这个舞台跳这么久的舞，觉得有点。乏了才怪。首先还是交给我们的现场的金曲出品团，您觉得哪一首更有生命力，更加生生不息呢？到底是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还是眉飞色舞？三二一，请选择。成绩发表。祝贺千画队的眉飞色舞，祝贺。那么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也会为大家介绍每个回合的具体票数。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全国销量领先的君乐宝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实力夜拍更添光彩，本节目由三星 Galaxy S22 系列手机赞助播出。中国宝宝实证乳铁蛋白，本节目由美赞臣蓝针赞助播出。天然高维 C 好喝次凝集，本节目由天然维 C 天生活力的次凝集赞助播出。神州行孝新卡，父母省心，子女安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家有李锦记，餐餐好滋味，本节目由高端调味王李锦记赞助播出。舒享智能会客厅，本节目由电动豪华旗舰 MPV 蓝图梦想家赞助播出。高铁米粉选小皮，本节目由高品质有机婴童食品小皮赞助播出。生生不息金曲盛典正在进行中，两队终极对决，荣誉花落谁家，让我们共同期待。我们的舞台，我们的港乐，我们的文化，当然也少不了传承。那接下来颁发的就是生生不息薪火传承奖。生生不息薪火传承奖，生生不息16组歌手，年龄跨度高达50余岁，
比香港流行乐48年的历史还要长。从港乐起点拓荒走来的巨人，为黄金时代镀上华彩的前辈，在这里与年轻歌手们同享人生的况味，传递音乐的要义，完成了一次次笃定的接棒。生生不息，星火传承奖，杨千嬅、严明熙，女性向上的传承鼓励。我也不是大无畏，我也不是不怕死。时隔20年，鼓舞无数女性勇敢追求自我的金曲《勇》再度被唱响。我会跟一个新生代的歌手一起，会讲自己这个年纪对那个情感上面的看法，还有年轻的人对勇气两个字的感受是什么。跨世代组合杨千嬅和严明熙代表了两代女性对待人生的英勇与无畏。我是最大的女儿，我要证明自己有力量承担一种家庭，所以我就不给自己回头。我经常问千嬅老师问题，然后千嬅姐她就每一条都就是告诉我。千嬅姐，我不知道我要去吧，你想去就去，你说过你想去那个吗？杨千嬅无条件的分享，让新生力量严明熙尽显才华。放松放松，顾修，阿女，你加油啊！这是香港乐坛的传承精神，也是生生不息的最好见证。生生不息，星火传承奖，林子祥马赛克魔动闪霸，才华向上的认可传承。一首跨越30年的经典励志之作，在生生不息舞台焕发新生。这首歌可以跟年轻一般再来一次哦，那个感觉很好。还有我们有 rap 在那放着。我觉得要先感谢林老师，让我们在这首歌里面进行那录创作嘛，给我们空间，发挥我们自己的长处。林子祥慧眼识才，并放大年轻音乐人的闪光点，让马赛克乐队用编创才华，魔动闪霸用说唱创意。魔动闪霸的这 idea 太棒了， 对太萌了。这次魔动可以的，他们真的好好。魔动闪霸也成人了。哦，魔动除了真的汉子以外，他好几首其他的 rap 都是他们创作的。马赛克每一次他们那个编曲的很棒的。他们的想象力跟创作力都可以让港乐生生不息。没几年过了，又发现有很多新的真的汉子。我这里我要谢谢这一班真的汉子。这是华语乐坛最好的传承范本，也是生生不息的最好见证。让我们恭喜林子祥马赛克乐队魔动闪霸，恭喜杨千嬅严明熙，请上台领奖。有请。恭喜林老师，恭喜您，恭喜，恭喜。主唱来吧，恭喜恭喜！谢谢恭喜恭喜！下面来，我们请发表感言。还是要讲，这一班就是我的新的真的汉子，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跟那么多新的年轻的歌手合唱，这个是一个机会，我会永远的记得的，我希望。真的，首先要感谢 Lam Shui 蓝哥把我们这群真的小子带成了真的汉子。对，然后非常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有那么多优秀的词曲作者、音乐家、音乐人们创作了那么多好听的歌曲、经典的歌曲。然后有那么多
一代一代的非常传奇的歌者赋予了这些歌曲它的灵魂。我希望除了去致敬，也希望我们能创造明日的辉煌。感谢生生不息的夏天带来了这么一个跨越时代的温情的夜晚，让我们相聚在这里。谢谢大家。谢谢。首先，自己的年纪那么少，但是情商很高，可能有一些时候排兵布阵不一定是可以得到他想唱的歌，但是我每次问他你有没有想法，我们想找你去唱一首歌可以吗，自己是永远跟我说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就是因为那种我可以，你感受到他对工作的那种珍惜，对舞台的尊重。其实不用说传承，我在你身上也是学到很多东西，看到自己当年演出的初心。今天传承两个字分量很重，我只是因为我有很多莎莉姐很多前辈前面传承给我，所以我非常知道传承的重要性。几个月相处，但是回忆是一辈子。我希望下次我们相遇时候是你自己在红馆的演唱会。我会加油的。再一次祝贺千桦，祝贺 Gigi，也祝贺我们的林子祥老师、马赛克乐队和魔动闪霸。我想呢，星火传承传承的就是守初心、有担当、凝心聚力。怕蔗糖，喝简醇，零蔗糖，无负担。这里是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的《生生不息》，简醇零蔗糖酸奶全国销量领先。接下来我们金曲盛典进入到最后一个回合的比拼，接下来双方要带来的是10年代相关的港乐作品。接下来千桦队要演唱的这首歌就是来自蔚蓝的《一格格》，然后要演唱这首《一格格》的歌手呢，就是我们的宝藏金曲推广大使比比周笔畅，他会跟曾比特联手把自己私藏的宝藏音乐推荐给大家。是的，也是在10年代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火力全开，也就在这个时期呢，内地涌现了很多优秀的音乐节目，而这个时候香港的很多音乐人通过来参加这样的节目，让内地的观众了解了自己，了解了自己的作品，也更加了解港乐的多样性。而下面呢，客勤队要带来这首歌曲呢，正是来自这样一些音乐节目当中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下面呢，客勤队要带来的就是梁翘柏老师作曲的一首《我要如何不想他》。有请金曲对决双方，周笔畅、曾比特和李健，有请他们。牺牲给都完成，谁带我远飞找梦痕，感情令我心痒痒，期待着什么人会遇上。旅客揭揭袋装小说便发梦，教堂也中圣诗班要合唱，老树看看满天花瓣难以想象，期待着什么人追住我吗？缠住吻住屈更恨是你吗？缠住吻住诗画歌颂爱吗？啊，祝福祝福恋爱定价下，缠住吻住 cream cheese 点缀我吗？缠住吻住 cool。
明只有个历史堡垒在向我们在餐厅灯牌就证明了在我身上，期待着什么人会遇上？静静吻住春风吹住我吗？静静吻住屈金香是你吗？静静吻住诗画歌唱爱吗？啊，祝福祝福恋爱定格。静静吻住 cream cheese 点缀我吗？静静吻住古典。请李健带来《我要如何不想他》。飘进天空的胸怀，蔷薇在春风里朵朵开。风儿说着情话，我要如何不想他？月儿离不开这片大海，人儿还在等着他回来。燕子也有了家，我要如何不想他？望穿秋水风吹雨打，有心栽花它不发芽。莫等
夕阳西下，点点残霞，只剩下无尽的牵挂。鱼儿离不开这片大海，人儿还在等着它回来。从不回答，我要如何不想他？谢谢，谢谢我们的小提琴演奏家，谢谢，也谢谢我们的编曲赵赵，还要谢谢在场所有的乐手，谢谢。这是我们今晚最后一个回合的比拼，也是我们生生不息第一季最后两首比拼的港乐金曲。最后一首歌特别像在金色大厅，这首歌应该是梁老师大约在十年前哈写的一首歌曲，因为我们是生生不息港乐，就像香港回归祖国怀抱一样，这首歌歌词写得很好，叫就像鱼儿离不开这片大海啊，我觉得鱼儿只有回归大海才能游得更加欢畅更加辽阔，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很美，也很有寓意。鱼儿离不开这片大海，我想呢，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社会层面上都有很大的空间。而大家也知道呢，这首歌呢是在台湾发展的香港词人李卓雄老师的词。那事实上呢，台湾非常优秀的歌手蔡琴老师也曾经演唱过这首歌，也有过他的一个版本。其实呢，我想这首歌呢，作为我们生生不息港乐季的我们比拼的最后一首歌，也许也是我们生生不息宝岛季的一次预热，我们一起来期待。下面请我们现场的金曲出品团的朋友来行使您的权利，在这两首当中您更觉得哪一首生生不息更有生命力。三二一，请选择。我们看看现场金曲出品团的选择，请揭晓。祝贺客勤队，我要如何不想他，祝贺李健老师。那么我们会在最后呢为大家揭晓每一个回合的具体票数，那么我们也请歌手台下休息落座，谢谢。谢谢。就看看结果吧。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五个回合的对决都已经告一个段落了。获胜三轮的客勤队成功让三首本队遗珠金曲入选时代唱片。李健老师的《水中花》，那首现代爱情故事。分分钟岁月有你。获胜两轮的千话队也成功让两首遗珠金曲入选。我带来的遗珠金曲是《遥远的他》。星星。而本场的十首竞演曲目经过观众十选二投票，排名领先的两首也将直接入选时代唱片。马上我们来揭晓第一首的入围歌曲。祝贺 Coco。祝贺我恨我痴心。那么下一首也是今晚的最后一首入选到港乐时代唱片的歌曲会是哪一首呢？请揭晓。来自客勤队李健老师的我要如何不想他。恭喜恭喜。至此港乐时代唱片22首金曲集结完毕，哪两首歌能够最终荣获生生不息荣耀金曲，将由金曲出品团做出最终选择。随着各位的投票结束，今天金曲盛典的所有结果都已经产生，我们暂时封存，马上来到生生不息金曲盛典最后最有分量最有意义的颁奖环节。芒果 TV 用户最中意港乐金曲评选结果已经出炉，敬请锁定周一加更版为您揭晓结果。动感新青年一起放光芒，中国移动芒果卡邀您一起观看生生不息。2022年7月8号是第18个世界过敏性疾病日，关爱牛奶蛋白过敏宝宝，美赞臣因爱而生，致力于给宝宝一生最好的开始。扫码添加芒果 TV 会员福利官启威报名生生不息听审招募，领取免费好礼。打开芒果 TV APP 搜生生限定套餐，一键获取定制港乐周边。生生不息与宝丽金唱片厂牌共同打造时代唱片大碟，并联合芒果公益平台助力芒果微基金我想和你一起唱公益项目。生生不息金曲盛典荣耀结果即将揭晓，让我们拭目以待。马上来到生生不息金曲盛典最后最有分量最有意义的颁奖环节。首先要颁发的这个奖项是生生不息荣耀人物。生生不息荣耀人物。首先我们要有请一位年轻的朋友来跟大家讲讲他
对这个奖项的理解。我们掌声有请严明熙。欢迎鞠鞠。大家好，我是严明熙。大家都知道，港乐的传承一直是生生不息的。我想，这也是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作为年轻歌手的代表，诚挚地向大家讲述这个荣耀大奖的原因。这位老师在47年前就透过作品抓住了所有人的耳朵，正好此刻他74岁。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发行超过50张专辑，拍了将近40部电影。他如雷贯耳的名字是我爸爸告诉我的，爸爸也告诉过我，在张国荣老师的四大天王之前，他就已经是巨星了。他的创作曾经引领了一个时代，这些作品之后启发了无数的港乐大拿们，给港乐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他天赋异禀的唱功和能力，在10大劲歌金曲上展现得淋漓尽致，满场奔跑，一口气不停歇地唱了将近10分钟的10分12寸，至今无人能够再复刻那一段经典的表演。另外一位老师是上一位最最最最特别的家人。1984年，他唱着上一位创作的《临时时分》，第一次荣获金曲奖项，开启了属于他的天后时代。祝福、珍重、潇洒走一回，这些作品不仅仅是那个年代的流行产物，作品里热烈的生命力和潇洒的状态，即使放在2022年的《生生不息》，也同样熠熠生辉。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可能已经远离大家熟悉的视野很久了，再次站上大舞台，为大家演绎港乐经典非常有压力，但是我想说，这一季他为我们所有的歌手又创立了一个新的音乐典范，新的港乐时代，让我们后辈在未来有楷模可以追赶。最重要的是，这两位在这一季《生生不息》里面永远保持天真，保持浪漫的相处状态，诠释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如果你问我港乐的意义是什么，我想答案是林子祥和叶倩文。如果你问我生生不息的意义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在这个时代下，我们还依然拥有林子祥和叶倩文。此刻让我们为他们献上最高的敬意。林子祥、叶倩文，有请两位上台。Thank you.
两位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什么叫做荣耀。那么下面让我们有请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台长、总编辑龚正文先生来为林子祥老师、叶启文老师颁发荣耀人物的荣誉。祝贺两位，也谢谢公台，谢谢。我讲不出话来，谢谢你们。还跟我们两个讲，我们是一家人，一个就够了。好重的奖，真的讲不出话来。我没有想到有一个机会可以在这么多年之后，可以再上舞台，跟这么多优秀的，从最小的到最大的，不知道是李克勤还是李健老师。哎，我们不把我们自己算在里面了哈。我觉得我们好像两位没生小孩，把你们全部都生出来了，都是我们的小孩，都比我们小，而且比我们小很多啊！我还以为只小一点，连李健都比我们老师都比我们小那么多。但是我是觉得，在我们在唱这些旧歌之后，你们跟我们唱了以后，然后把我们的音乐都做成新鲜的生命，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非常非常谢谢生生不息，谢谢芒果电视，谢谢 TVB， 然后谢谢所有的歌手，谢谢你们这么疼我们老人家几个两个。我们不知道我们还可以唱多少的歌，但是我们非常开心可以以后看你们唱歌，我们一定会，如果行的话，你们做演唱会我们来做嘉宾，谢谢。是我了吧？我知道你为什么找了吉吉来给我们这个奖。吉吉是唯一一个在这里讲话比我慢。谢谢吉吉，谢谢你们。我真的唱了差不多50年了，真的。我，你们看到我开始那个时间，有很多歌星，好几个朋友，现在都不在。我很怀念这几个人的。我跟 Sally 说，真的谢谢这一次有这个机会，像我们回到70、80年代，我们在我这个年纪还可以有新的粉丝，我去，这个对我是还有最不开心就是这几个月我真的爱上了这一班人了，每一个我都爱上。希望我们一定会有机会再一起，就这样看差不多了。谢谢 Lam 哥哥，谢谢Sally姐姐。差不多，因为很晚了，我已经很困。掌声送给我们的生生不息荣耀人物。那么接下来的这个荣誉呢，
是跟两队的荣誉相关，相信大家也会很紧张，因为即将要颁发的是生生不息荣耀战队。今天五个回合的比拼，每个回合的票数相加，累计票数更高的队伍就获得这项的荣誉。当然这么重要的荣誉也有特别来宾为我们揭晓，掌声有请大湾区哥哥张智霖、陈小春。哇、晚上好，晚上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陈小春。大家好，我是张智霖。那我有幸能够来到做特邀的嘉宾，不过我来的那次有一点点的遗憾。哦，你有什么遗憾啊？那一次我是科勤队嘛，没有让他们拿到奖，因为那次是打平的。所以说今天呢，我希望科勤队能获胜。哎，其实我的答案也很明显，因为节目里都有播过，我当年是跟天华一起小时候帮莎莉姐伴个舞。现在就差两回，这个舞台动，但是他还能跳啊。所以要给莎莉姐天华队加油啊！生生不息，荣耀战队。这是一支平均年龄都已过不惑之年的，自称不想赢但也不想输的，让观众直呼幼稚可爱的克勤队。他们用最实际行动诠释了男人至死是少年的真理。万年不变的位置，声浪一浪高过一浪，生怕隔壁听不到。哎呦，男生们都好幼稚。明明是一群制霸歌坛的各圈层翘楚，但却喜欢追寻文体两开花，模仿靓哥冷雨扑向我，点点纷飞。运动、跳舞、站着跳、倒着跳、牵着跳，总之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深刻演绎了顶天立地的集体感。请问这是什么团建节目？真的汉子。作为他们的，我没有当我自己什么队长，就是队友了，我觉得是非常开心，像一个大家庭的一样。这一班的都是非常好的歌手，能够有这样的几个月一起合作，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很土，但是还是要说有点舍不得。生生不息，荣耀战队，都准备好了吗？啊、OK。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千华队。然后你是最棒的队长，哇哇哇！然后我们很爱你，为什么呢？因为你包容我们每一位，你要跟我们每一位唱歌，你要 make sure 每一位都没有漏掉，所以我们非常爱你。然后你很认真，然后到有什么事情不好的时候，你就为我们争取，然后有什么事情你就出去讲话，所以我们好爱你，你实在太可爱了。好的，我们最爱的千华姐，谢谢你带领我们到现在，一个都不少的走到现在，然后在生生不息的舞台上留下了这么多让你骄傲的舞台。接下来是安琪表白四号。没有，就是棒，要认真讲啊，就是谢谢我姐，在我每次觉得自己表现不好的时候，你总会讲说安琪进步了。哎，你终于做你自己了，走出来了。千华姐每次都会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和支持，好温柔，没事，我真的很不服。我们整个千华队也都是在互相帮助。
给了彼此很多的力量。我是第一个来到千花队的千花男孩，在这里好像多了一群姐姐妹妹，然后这群姐姐妹妹超棒了，哎，有可以吗？好像出框了。然后这群姐姐妹妹每天就是气氛很好。哎，屁股撅一下，那比较好接。对，好的。就是你笑，他笑，哈哈大笑，然后就是千花姐在自己笑。说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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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朝那边喊。我是比较好后期才那个有幸来到千花队。谢谢。之前会想有很多的不适应，但是感谢千花队的所有兄弟姐妹，今天好漂亮，让我非常的有安全感。拜拜 ，See you。我已经和所有的千花队员合作过了，在这个合作过程之中，感受到每位队员，然后每位朋友都是光芒四射，也相信我们会友谊长存，爱你们大家，然后，我们是最棒的，耶！到我了吗？好，嗨，千花，在生生不息，其实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跟你一起。那我们也都懂你的付出，那也正是因为有你，那我们千花队然后才可以一起面对所有的挑战。所以我觉得我们只要我们在一起，我们千花队就是最棒的荣耀战队。千花队加油！其实两个战队都是我们心中最棒的荣耀战队。下面我们请所有的歌手一起上台，来见证这个荣耀的诞生。而我们今天晚上荣耀战队的归属是由今晚五轮对决的总票数来决定的，也辛苦小春哥和志玲哥，待会为我们揭晓今晚歌手每一轮对决的具体票数，从而也揭晓生生不息荣耀战队究竟是客勤队还是千花队。下面分轮来揭晓每一回合的具体票数。好，春哥先来吧。来来来来来，第一轮两队获得的票数分别是。客勤队获得181票，千花队获得219票。第二轮啊，客勤队获得211票。千花队获得的是189票，千花队累计领先16票。第三轮呢，两队获得的票数分别是：客勤队获得217票，千花队获得183票，客勤队累计领先18票。客勤队反超了。对，第四轮两队获得的票数分别是：客勤队获得186票，千花队获得214票，千花队累计领先10票。第五轮了啊，第五轮两队获得的票数分别是：客勤队获得203票，千花队呢获得197票，所以千花队是领先4票。恭喜千花队获得1002票总票数！恭喜恭喜，生生不息的荣耀战队，千花队。
祝贺千花队，两队的比分交替上升，咬得非常的紧，而最后千花队以4票领先，获得了生生不息荣耀战队。我们接下来有请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华丽先生来为千花队颁发荣耀战队的荣誉。有请董事长来将荣耀颁给我们的千花队，很重很重很重。来，所有的千花队的队员来，再次谢谢华丽董事长，谢谢。哇，等一下，我们好开心，非常感谢所有千花队的队员，不管是第一期开始 Coco， 然后依纯，然后后来的 Mike 还有毛不易，因为这个肯定是我们队里面每一个人很努力的去成就。生生不息四个字不只是回顾经典，最开心意义最大的是我们看到未来，谢谢你们。好，下面我们要颁发的是本季生生不息的最后一个奖项，生生不息荣耀金曲。生生不息荣耀金曲，本季生生不息港乐时代唱片总共收录了22首金曲，其中2首将获得生生不息荣耀金曲。经过金曲出品团的投票，这两首歌已经诞生了。第一首是敢爱敢做，演唱者林子祥、叶倩文。第二首是水中花，演唱者李健，恭喜你们，李健，祝贺。纷纷飞花已坠落，往日深情早已成空。让我们有请湖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杨浩东先生来为他们颁发荣誉。谢谢部长，谢谢。我再次感谢生生不息，有一个荣耀，另外也有一个荣耀能够跟莎莉姐、莱姆哥这对幸福的伉俪站在一起，谢谢。谢谢你，你选这首歌，不过歌不是属于我们的，是属于你们的，是属于大家的。我要再次感谢我们在场还有在电视机前面观看我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感谢你们关注香港的音乐、香港的生活、香港的过去、现在还有香港和祖国美好的未来。我相信在生生不息播出的这几个月里面，我们一起重拾了香港和内地朋友们珍贵的共同回忆，同时我们也一起创造了以及见证了属于我们血浓于水手足同胞的集体的新的回忆。那么今天我们用5个年代来讲述了港乐的发展和蜕变，要用最后这首大合唱来告诉全世界，中华文化漫天星斗，但都有共同的魂。我们之所以能够文脉更续、生生不息，是因为我们有着无法超越的民族主义精神，有着矢志不渝的爱国主义情怀。那接下来，让我们和全场的朋友们，和所有的歌手们一起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分隔。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出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路。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遇到这。我春雨亲爱的祖国，我永远记忆着你的心窝。你用你那母亲的脉搏和我诉说。去西藏，然后我第一首就是《红日》，唱完了，哈哈哈哈都没问题，然后开始跑了，嗯，完蛋了，没完就是，这原来一跑就唱不到了，对，我觉得青藏高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你要唱一下吗？别拉萨，来，走。这首歌文云 OK， 嘿呀，可以讲是由我来颁给BB的啊，谢，有生之年系列 VIP 门票。吹呀吹，让这风吹，抹干眼眸里亮晶的眼泪。吹呀吹，让这风吹。哀伤通通带走，管风里是谁。
上微博参与生生不息观后感话题讨论，打卡节目乐评，赢惊喜福利。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生生不息官微，发现更多港乐的魅力。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特别合作时尚媒体时尚芭莎，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心社，新闻客户端一点资讯 Zucker 界面新闻，深度短视频合作视频号，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特别支持香港旅发局，深度合作媒体环球人物、人民文娱、香港大公文会传媒集团，官方网络合作伙伴百度，城市地标合作伙伴长沙 IFS、 成都 IFS、 重庆 IFS， 指定合作练歌房温莎 KTV， 电台支持全国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北京音乐广播、北京交通广播、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东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广东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广西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89.3、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 97.5、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106.9、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湖南交通频道91.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特别合作全民 K 歌、百度输入法、木鸟民宿、 YY 直播、智行、腾讯地图、 WiFi 万能钥匙、探探、达达快送、好看视频，媒体支持中国新闻网、中国青年网、北京网、国际在线、腾讯娱乐、搜狐娱乐、红榜，合作媒体独立于黑白文娱。